屌你老母臭花系，等老子。Abraham， 讲下香港丽的影星科水俾左仔黄左基。呢隻烂摊喺九龙虎山道永华片场，用菲林好似踩影滑戏咁，搞过出侦探奇情电视剧《华龙探案》，拍过《十面埋伏》《草木皆兵》《海滩命案》《海角惊魂》《古屋情魔》《回春园之秘密》六套两粒钟嘅侦探故事。最初喺中华民国58年5月6号开始，逢礼拜二晚头黑7点半播捻到8点钟，每次半粒钟。4个礼拜只播得捻完一单案。导演虽然签捻咗无线做欢乐今宵，不过呢出嘢系算外购节目，导演担正做华龙探长。黄左记捧返自己只那方红，即系两外做佢助手。呢条后婆虽然唔肯剥衫，不过镬镬都着紧身吊脚裤出镜，实行人死你班观众。4000金大家姐苏洁然做数珠，就是时着3点式 B 肩女游水衫嚟引捻死人。仲有黎卓卓、黎文、陈慧如、黄文伟呢4位艳星，拉埋李鹏飞、冯瑞凡、张浩、厉害、梁明、黄瀚、周联。成班戏子佬拍演，故事高潮迭起，引人入胜，好捻受欢迎。不过虽在成本太高，冇乜肉食。喺中华民国58年10月11号礼拜六播捻埋第6个故事《回春园之秘密》后，就冇捻晒声气啦。刁那妈，广府话话斋，正一系有头威冇尾阵。